通过家里来客做一道这样的菜，不仅好吃，还特别的有面子。老婆用我的左手掰起根部，让老公下几个孩子爱吃的小鸡蛋。水开上锅蒸5分钟，这样蒸出来的特别鲜嫩。热油爆香大姜和葱花，关键就是这个白灼汁，用它做各种。